我讲一讲这个八卦剑。八卦剑也是八卦掌其中的一种主要器械之一。剑啊，但是它这个剑呢，长度比较长啊，重量也比较大。长要达到什么程度啊？要达到啊，就是一拿啊，这个姿势啊，这个肩部基本超过头顶。那个这剑可能短一点没关系，总之是意思。棒呢也应该长一点，包括剑，就说该用起来弄不得双手剑啊，因为它重量比较大，重量大应该多重啊？一般的这个剑要达到1000克啊，1000克最低的1000克，1000克，还有1.2千克。1.5千克啊都可以，但是重量越大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人练剑的这个人啊，那么练剑的人呢，他体重比较大，他有力气就可以重些，如果他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弱点，就可以用轻一点的剑。哎，这个剑呢一般的是很长，比练别的圈种的那个剑呢都大啊，都大，重量也重，还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在练法当中啊，他的话呢还是以行剑为主啊，不是像真东西，包括讲就是只有一下可以，没有这样运动。我们管像这种运动的话，这叫舞蹈啊，不是舞剑，用法当中是没什么用处的。所以说呢，八卦剑里边很少出现这一点。行剑就是走动着练剑，啊，走动练剑，要走出这个八卦掌的身法，又利用八卦掌的步伐走出来。你就说龙行剑，啊，龙行剑，你看一查，啊，剑走的少，人呢又跟着他多，啊，也叫做剑练人，人练剑，剑练人。所以他也是啊，人随着剑走，剑呢又随着人旋，你看，哎，这不是都有脚步不停，如果停了那是固定剑了，那都不是行剑啊。行剑八卦掌讲走打为妙，我走动了用剑啊，所以他的用法得结合用法而走出这么一趟剑，这个剑很优美，姿势也比较漂亮，啊，尤其身法运用，一定要跟那剑合在一起。剑呢，练剑它有一定的规矩。啊，也得叫，不该叫剑法也好，还是这个剑术也好，左手，要这样叫啊，剑诀，两个啊，也就是食指、中指并排着指出去，啊，这个无名指跟小指握进来，握在掌心，拇指压在这两个手指的上方，哎，这两个指要伸直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二指禅啊，说叫二指禅，那都是不对的啊。这叫什么事啊？过去啊，这个剑的发明是一种道家，道家这叫掐诀念咒，用迷信的说法，这叫辟邪啊。不管你是妖还是怪啊，这一掐诀就能，对方啊，这个妖怪啊，他就不敢上来了，哎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形成了，自然形成了叫剑诀、掐诀、念咒啊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。不过这样流传下来，那么练剑啊，就是剑诀啊。如果这个剑伤着这只手呢，这只手也要敲剑诀，一直敲着剑诀啊。所以过去练剑的一般是道家功，道家功啊，你看着啊，注意事项哪一点？如果说是挂件，注意啊，
挂件啊，这样这个件不许离身体呀、啊、太远喽，这样挂不可以，离身体近一些，但是也不许太近，太近因为这个件肉是两面是肉，所以说你自己误伤自己，所以在有一定的近的距离，而不能太贴身了啊，也不能远了，远了你这样没力气啊，力量就不足了，所以得比较合适。像有的时候这样旋转啊，假如说你看着啊，我做一个动作，说这下哎，完了我来敲了剑穴，这样离身体保持这个距离，啊，也可以，你看，哎，就这个距离，这个剑呢尽量往回那撤，为什么要撤？等这个剑呢从你的身体越近，这样出发，就防备人家贴身了。贴身了以后，你转过来就可以用上了。如果说人家贴身了，你要是离来这么远，那你就起不了作用了。所以说练剑呢要注意贴身，贴身是贴身，不能太近，因为两边剑刃啊，尤其这种剑横着剑，你看，对哦，扎到自己了啊，自己会出这个出失误的，这样不好啊。劈剑也是，劈剑从上往下劈，这有力气，不要这样去，是这样唰，哎，离身体适当的距离最合适啊，劈剑啊。再有是截剑，对方截大，好，是这样截，什么叫截？对方拿棍子帮你来了，叭，挡住他啊！这是这种剑术与剑法。预备式，自然站立，脚跟并拢，双脚尖可外展45到60度之间，左臂微屈，右手指伸直，使这个剑贴住自己的小臂，双肘微屈，右手剑直。预备式，接下来是起式，身体向右扭转，剑与手一前一后啊，右手向后，左剑向前，拉开之后，同时弯曲双臂啊，弯曲双臂，使剑绕过身体的右侧，向左扭转身体，出左脚，站直身体，把右手指向右肩的斜上方，扭转腰部，脚不动，向右后扭转。再向左转，转正，上一步左脚抱剑施礼，这是起式动作，到这里算是起式。那么我来连贯做一下，
第一是海底捞月，第二是拖转剑。当我们起誓抱剑施礼的时候，右手变掌准备接剑，左手交剑之后变成剑指，屈膝下蹲，左右手好像画一个太极图一样啊，在身体的左侧完成这个动作，撤左步向前劈剑，把剑扭转剑向左移重心，随着进步将剑托起，到这里叫拖转剑。我来做一下连贯动作，好，从起势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。第三是眼手剑，第四是推转剑。刚才这个海底捞月起来之后的第一、第二步将剑托起，接着走第三步的时候，把左手落到右肩前边，第四步扣步，这个叫眼手剑。眼手剑向右后转身，摆右步，向前走两步，一、二。当走第三步的时候，我们将这个剑啊，这剑没有这样托起来，始终是朝下的，推转剑啊，这样剑尖朝下。第三步的时候，双臂又绕了，好像又绕了一个太极图一样啊，又绕了一个太极图。同时上右脚扣步劈剑，扣右步劈剑。好，我们讲一下这个左右手这个化开的这个动作啊。左手向右腋下，向右腋下掖出啊，向右腋下插，右剑反手，好像画一个太极图交叉行动的啊。左右手一起行动。要收的时候我们就都收啊，要收都收，要打开都打开。好，我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第五式，左式青龙出水，第六式右式青龙出水，第七式仍然是左式青龙出水。我们来做一下。原本这个扣步劈剑是在圈线上，向左转身，同时摆左脚，将剑调转过来啊，剑尖朝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直线啊，要走这个圈的直径，往圆心那儿走。上左脚，同时将剑送出，横着抹出，身体向右倾斜，再上左步。将左手剑指按到右腕处啊，按到右腕处。当我们在迈右脚的时候，我们走的是一 S 线，就是说这个阴阳鱼的中间这个 S 线。上右脚时，又是青龙出水，将剑翻转走三步，再向左三步，将剑翻转过来。后步劈剑在圈线上，向左转身，在上右步的同时，将剑从刚才那右腿的位置啊，从刚才右腿的位置向上送出，平抹出，在这个脖子的位置高度向前进左脚。当走右脚的时候，走这个阴阳鱼的 S 线的时候，将翻腕。将那个剑反过来，再向左走三步，仍然再次的翻腕啊。
好，我们着重的说一下这个手的翻腕的动作。当这个劈剑之后，这是左势青龙出水，左手下来按住右腕，当右脚走的时候同时翻腕向前推出啊。那我们这个剑的发力点是在这个部位，是用这里又推又抹去进攻敌人的啊，不是横推，而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向前送的啊，向前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又是一个左势青龙出水，尽量保持剑尖不动，用我们的这个剑的中部去抹对方的脖子。那么最后的定势在这里，要稍微的弯曲双腿啊，屈膝，看着剑尖，看着这个剑的中部，眼睛看着剑的中部，最后的定势。做一下这个几个动作的连贯动作。第八式乌龙摆尾，到这里，这个乌龙摆尾呢，我们的手的动作是让这个剑把和这个剑尖绕圈啊，等于是中间不动，做一个八字的动作啊，就好像数字八，往前绕啊，往前绕这个剑尾，剑尾往前绕啊，剑柄往前绕，剑尖往外绕。那么这个动作从哪里来呢？这动作为什么叫乌龙摆尾？不是绕这个剑的尾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尾巴啊，尾骨啊，绕自己的尾骨截剑，撤左脚截剑啊。再来一遍，好，让我们来再做一次。那么看到这个腰和这个尾椎骨的运动啊，带动手臂，带动这个剑行动。再来，当我们这个左势的青龙出水之后呢，我们就踩到了这个圆圈上了啊，就踩到了圈线上。之后的这个乌龙摆尾向后截剑，我们撤的这个左脚不是顺撤顺着这个脚尖的啊，是脚尖往里扣的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方便下一步的连接动作。到这里呢，就叫做乌龙摆尾。第八式乌龙摆尾加上截剑啊，这一点呢就是注意这个左脚是一个扣步啊，左脚不是说直步的啊。我们来换一个角度讲这个这个剑啊，剑的运动路线是最好是让只是这个剑的这个部分是不动的，有一个杠杆的力量啊，使这个剑尖和这个剑柄画这个八字，这样的运动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剑穗儿的运动，向前推剑柄。好，我们再来向前推这个剑柄，绕一个立圆的时候自然就带动剑穗儿，带动了剑穗儿的一个行动。第九式回身劈剑，我们从第八式开始接啊，第八式这到第九式这些动作就在圈线上完成。回身劈剑，那么我们上的这个右脚也是扣步啊，我们注意这个脚。右脚也是一个扣步。
第十式仙人指路。当我们这第九式劈剑啊，回身劈剑的时候，右脚就是扣步，向左转身摆左脚，同时将右手的剑剑尖朝下转过来。你再来做一下，回身劈剑，仙人指路。好，十一式回身剑，从这个仙人指路开始摆左脚，同时呢，左手剑指绕到右肩处啊，随着这个身体向下螺旋式下滑，滑到左侧腰向后掖出。那么右剑呢，就围绕着身体啊，回身剑向后刺剑啊，我们是向左转的身体。好，从这仙人指路摆左脚，左手回勾，左手剑指回勾，右脚绕一圈，剑随身体。随着右脚的到位，同时刺出。好，我们从第八式乌龙摆尾到第十一式回身剑做一下连贯动作。那么这些动作呢，我们都是沿着圈线行走的。十二式大蟒翻身，十三式秋风扫叶。大蟒翻身，左手啊，左剑指向右腋下向后掖出，我们的掌心是朝下的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需要摆右脚，扣左步时身体后仰，双手臂伸直啊，尽量的不弯曲。那么从这个后边呢，我们现在是看着这个剑的剑向下走一个上弧线，那么看起来呢就是一个 S 型啊，这就是立体的阴阳鱼的中间的这个线啊，中间的这个线。等到了左斜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的时候，反手压剑，同时摆右步。我再连贯做一下。好，做一下大蟒翻身和秋风扫叶的连贯动作。好，再做一遍大蟒翻身和秋风扫叶的连贯动作。十四式瀑布扫腿，这左手掌心朝下，剑指左手剑指扶住右手腕。当我们继续向右转身的时候啊，扣左步，翻右腕，翻右腕回撤到左侧腰向后掖出，撤右步做瀑布，同时将剑横着扫出，右臂在右腿之上。好，我做一下连贯动作。
第十五式枯树盘根。那么这枯树盘根和刚才的瀑布扫腿非常的接近。瀑布扫腿，重心右移，同时摆右脚，保持住这个上身的姿势，扣左步，再次的做瀑布扫腿。好，我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十六式转身绷剑，重心向右移，同时向外摆右脚尖，将右手剑翻转过来向回绷剑，左手落下来扶着右手腕，扣左脚，左脚扣一周啊，扣一圈，剑随着这个身体的旋转而旋转。那么这个剑在什么位置呢？在嘴的附近啊，在右肩侧，在嘴的附近，但是呢不能靠到自己的身体，那么这样就是危险动作了啊。做到这里来准备做下一个白蛇吐信的动作，来连贯做一下。第十七式白蛇吐信，那我们从上一个动作连接啊，转过来之后，右脚向前踢出，这个剑向后啊，右脚和这右手的剑形成一个对应力，这叫白蛇吐信。为什么刚才说这剑要靠近嘴的位置呢？因为白蛇吐信就是从嘴里吐出去的舌头的意思。那么身体后仰啊，脚向前踢，同时左臂打开，形成一条直线。好，我们做一下那个十六、十七式的连贯动作。十八式翻手摆剑，从白蛇吐信之后向回收啊，向回收屈膝，同时也是屈双肘啊，收回来，白蛇吐信收回来之后，剑尖向下啊，等于这个剑尖从身体又是绕了一圈，类似于岩手剑。翻手摆剑，右脚落地成右摆步，身体随之向右转，左手剑指落下来，放在这个右腕处。十九式脱身换影，做一下慢动作。好，我们来讲解一下啊，刚才到这个反手摆剑，左手掌心翻上回撤啊，撤到这个腰旁边，再往后翻手，扣左脚扣一周，左手向后掖，随着身体的旋转，将剑再送到身体的右侧，那么这个右脚呢，就又挪了一步啊。我来做一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手，左手离开了这个右腕，向后掖出之后，跟上又到了右腕这里啊。我再来做一下。做一下正常的速度。
实是陌身拦腰。好，下面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分解动作。左手掌翻上，向后撤，撤到左腰际，然后在摆左脚的同时翻这个右手，翻右手。那么右肘呢，既不可以贴紧身体啊，也不能太直了，是弯曲的。接下来右脚扣一周，扣步。那么在扣步的同时，这个剑和这手臂，右手臂保持这个姿势，随着身体的旋转而旋转。这个时候左手当右脚扣步之后，左手向后掖出，向左转身，摆脚上步，同时上步。继续走右脚的时候将剑托起，那么眼睛呢就看着这个剑的这个位置啊，不是完全去看剑尖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托剑的时候是着力点在这个部位。好，来连续练一下这动作。21转身撩剑，22行步拉剑，扣左脚，同时将左手落到右肩侧啊，右肩，眼右肘向右后转身摆脚，继续前进。这几步呢就叫行步拉剑。那我来连贯做一下。23式反手推剑，我们从刚才这个式子连接啊。当我们这一个扣步眼肘转身的时候，那么眼睛就看着这个前侧了啊，就看着圈线的这个方向，继续行走。这行步推剑的时候，当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反手推剑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啊，随着这个剑的起，从头顶绕过的时候，眼睛往左看一眼，然后向外摆右脚，跟进左脚是扣步，继续向前推这个剑。那么这个叫反手推剑。我来连贯做一下。当我们上左脚的时候，就开始这个剑向上从头顶绕过啊，眼睛同时也往左摆一下，往左看。那么左手呢，同样又是剑指，掌心翻向上，往腰后撤出去，掖这个掖，然后向外摆右脚，同时这个剑呢，剑的这个部位啊，大概在这个整个剑的中间的部位，从头顶绕过，继续向前，上左脚是扣步，那么这个剑就到位。那么剑的着力点呢，也是这个部位啊，几乎是整个剑的一半偏这个护手一点。我们来做一下反面动作。24式吊剑式，好，讲解一下啊。从这个反手推剑开始，铺步下去，将剑向前啊，剑从这个反手的动作翻向前，剑向下，右脚向后撤步成铺步，向后拉，跟左脚跟上来，把这个剑向上举起，
同时眼睛看剑尖的方向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的也就是圈线方向。刚才的这个反手推剑呀，是推到圈外，扑步撤脚就撤到圈线上了，往回拉剑，向上吊剑。那这个时候剑尖所指的方向和我们眼睛看的方向都是在圈线上。25式海底捞月，26式转身盖剑。到这里转身盖剑啊，那么我们详细讲解一下。从吊剑式开始，下这个左扑步，剑向前劈开，转向左将剑拉过来，扣步转身盖剑。那么剑向前的时候，手向后掖，来连贯做一下。通常呢，我们这个海底捞月和转身盖剑呢，我们是做两遍啊。这拳谱上没有写，我们通常是做两遍。那我来演示一下。啊，这是沿着圈线行走的。这是第一个，撤步，再一个扑步。当第三个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扑下去了，这样直接走啊。第27式海底捞月，28式转身撩衣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通常我们是做三个海底捞月啊。当到这个第三个海底捞月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下扑步，但是撤一个弓步，大一点的弓步，转身之后向前走，托起剑，扣左脚，转身啊，这个转身撩衣，继续沿着圈线前进啊。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。从这个第二个海底捞月开始啊，向上托剑，到第三个托起来，扣左脚，左手落到这右肩，眼肘眼剑向右后摆步，沿着圈线行走。28式转身撩衣，29式行步吊剑。那么从这个上一个海底捞月起，当我们扣左脚，眼剑向右后摆，这个动作就叫做转身撩衣。那么接下来向前走的这几步就叫做行步吊剑。那么当我们这眼肘之后转身这个撩衣这动作之后呢，这个剑呀、还没有吊起来啊，没有提高，只是一转身跟腰平，手和腰接近啊，这高度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将剑提起来，提高啊，就沿着圈线行走，叫行步吊剑。那我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
30式狮子回头，我们从这个刑部吊剑开始接，当扣右脚转身啊，将左手摆出转身，来详细讲解啊。刑部吊剑，逐步的将手提高，扣右脚，右脚上不熟是扣，左手顺着这个向下降啊，不是往回撤了，这是向下降，同时摆左脚，跟这个手的高度与肩平位置呢，就在这个腿的上方，那么这个剑呢也就落下来了啊。再看一下扣步啊，手右手向下降，眼睛看着左手指的方向，重心偏后。好，我来连贯做一下。31天王打伞，32转身盖剑，31啊，从这个狮子回头开始，天王打伞，转身盖剑。好，来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从狮子回头开始到这里，扣右脚，这剑从这胳膊下边出去啊，先不要躲，手左手先不要躲，扣步剑往上，这左手翻转，天王打伞，撤左步掖出左手，转身盖剑，从头顶盖过去啊。我再来做一下，天王打伞，撤左脚，转身盖剑。好，连贯做一下，从这个狮子回头开始啊。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天王打伞的时候，这左手的动作，这右脚和这剑同时向前进啊，右脚扣大步，那么左手呢顺着右臂回来，贴紧身体向左侧腰撤过去啊，撤向后掖出去的时候，随着这个转身移重心，左手起，右手向前盖。好，我来连贯做一下。33式反手推荐，我们刚才这个转身盖剑啊，这左脚呢是个礼合步，不是直步，我们向右后转身，剑从头顶又推过来啊，翻手摆剑，那么这个手呢由这个掌心向下就变成了掌心向上啊，剑几乎是平的，从这个头顶推过去。那我来详细讲解一下，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左手手臂啊向里拧转，从那个上面向下落，拧转向回落，重心前移，向右后摆右脚，那左手从后边掖出去，那剑呢右手剑反手从头顶过来向前推，那么着力点仍然是这个部分啊，大家看到。那我们再来一次，落左手，重心前移，向右后转身推荐啊，重心偏前，向反手推荐，来连贯做一下。是刑部横推剑，35式转身下压剑，
转过来，向前走一步，扣步转身，下压。好，我来详细讲解一下。行步横推荐，向前进步，保持这个姿势。当扣右脚时，左手拧转啊，拧转左臂，掌心向上，顺右臂下来。摆左脚时，这个左手刚好到了这个左腰侧，扣右脚，左手向上掖出，右手剑从头顶向下压，那么左脚抬起放在这个右腿弯处。那么眼睛看哪里呢？眼睛并不是看这个下面这个剑下面的地面啊，而是往这个剑外边斜前方看啊，看眼睛是看这个方向，而不是从这个剑直接向下。这剑不是像菜刀一样横着向下切的，而是斜向前啊，斜向前压下去。我们来做一下之前这几个动作的连贯动作。好，那我们之前的这些动作呢，都是沿着圈线行走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36式，叫狮子回头。那从这里啊，下压剑，下压剑之后，撤左脚啊，这左手过去。那么这腿撤到哪里呢？这左腿同样还是撤到这圈线上啊。我们来详细讲解。下压剑，左手从这身体这掖出去，撤左步。那这左臂呢是拧转的。左臂就在左腿之上，与肩平啊，与地面是平行线。那么这右手剑呢，向后拉，指着同一个方向，指着左脚尖方向，叫狮子回头。那我来做一下连贯动作。37式，进步刺剑。从这个狮子回头开始，摆右脚，重心前移，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将剑向前刺出啊，这叫进步刺剑。那我再做一下连贯动作。38式，力劈华山。那这进步刺剑之后，力劈华山向上起啊，大家看到这个动作比较高啊，这个手啊和这剑是比较高，这是比较特殊的。向上起，力劈华山啊，将那个手反手将剑劈下去啊。再来详细讲解。向前进步的时候，将这右手向外反啊，右手向外反的同时，上左脚劈剑啊，再来连贯做一下，到这里，这个动作叫力劈华山。好，再来连贯做一下。39式，掖剑。那我们从这前面开始啊，力劈华山的时候，左脚就是扣步。那我们这个剑啊，这力劈华山比较高，到了这儿之后呢，反手用这左手啊扶一下这剑，剑柄。那剑呢从身体比较靠近的部位掖出去，然后扑步。来详细讲解一下啊，向前走，扣左脚，力劈华山。剑，这右手剑向里啊，右手腕向里翻转，左手扶一下剑柄，使这个剑尖啊调转头，向下屈膝，屈左膝，撤右步，啊，撤右步，
这个就是掖见式。好，好，我们从这个狮子回头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啊，啊，掖见。第四十式云魔剑，先来演示一下。那么来详细讲解啊，从这个掖剑开始。这掖剑呢，当这个剑往下掖的时候，先不要回头啊，等这个手出伸直，手臂伸直之后再回头转身，眼睛看着剑尖方向。那么重心右移，摆左脚的同时，将那个剑啊，本来是手心朝外的，那么拧转手心朝下，那摆左脚之后，跟右脚扣步。两只脚都踩在圈线上，这剑呢就随着身体，随着脚的上步，就这样旋转过来了啊。手臂是比较直的垂过来，然后使这个剑呢一直绕到这个左腿的前侧了啊。左腿的外侧画着一圈，那么左脚呢再挪动一步。这个稍微有一点复杂哈，我们再说的更详细一点。到这里掖剑。重心右移，摆左脚，将那个剑呢手心朝下，随着身体摆到这左脚的前面，也就是圈线上，随着这上右脚继续扭转身体，使这个剑呢到了这左膝的前边啊。这个时候这剑手心手开始翻转，往上往外翻，身体后仰，这个剑过来之后呢，再挪一步左脚，把剑打出去，手心朝上啊，右手心朝上，让这剑在左膝外侧。我来整体的演练一下。四十一式顺风扯旗，四十二式拨草寻蛇。到这里，左手扶着手腕啊，用腰来将这个剑带动画一圈。刚才这动作就叫顺风扯旗，将剑向后劈开，这个动作就叫做拨草寻蛇。那我来详细讲解一下。这右手的剑向下带啊，使剑尖下垂，那么用伸腰带动，使剑画一个圈啊，使剑画一个圈，向下垂直这右臂，扣左脚，把右脚挪过来，向后打开这剑，那么这就是两个动作啊，向后劈开的这个就叫做拨草寻蛇。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好，演示一下反面的动作。三式挂剑，四十四式夜叉探海。我们连接先做一下啊，将
左手打开左脚，进步向前刺剑，这又一个挂剑啊，向后劈开，左手打开，这个时候这动作叫夜叉探海啊。那来详细讲解一下，这拨草寻蛇的时候，眼睛就随着这个剑尖走啊，左手打开向前，这掌心是向外的，这胳膊是拧转的，上左步把这个手臂就拧转过来了，上右步时将剑送出，往左挂剑，向右转身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强调一个方向，我们刚才的动作呢都是在圈线上，那这时候呢是走向圆心，之后呢这一个拐弯啊，拐到哪里去了，到我们起势的位置啊，这就直接朝着起势的位置去，再向后劈开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就叫夜叉探海啊，扎出去，将剑扎出去，然后这右脚是抬起的啊，右脚抬起，两腿呢要贴着啊，靠在一起，你这抬起之后你悬着就不稳，靠在一起才会比较稳。45式大蟒翻身，46式吊剑式。那要说一下这个方向啊，我们刚才的这个挂剑呀、啊、就已经是走向圆心之后呢，转弯到这个起势的方向，到起势的位置去，那么我们就等于是背对着圆心了啊。那之后做这个夜叉探海的动作，等于背对圆心，面向圈外，但是脚呢几乎就已经踩到这个圈线上了啊。到这里接下来是大蟒翻身接吊剑式两个动作。好，来详细讲解一下这大蟒翻身。那么脚呢，右脚已经抬起来了啊，是不落地的，不落地呢这个右手臂伸直，让我们的身体啊从那个胳膊的下边钻过去，然后这右脚呢蹬出，左手伸直向后啊，与剑形成一条直线。到这里踢一下腿，然后把剑向前做瀑布吊剑。那么左脚和剑尖的方向包括眼睛看的方向是一致的。好，做一下连贯动作。47式鹞子钻天，48式回头望月，先来演示一下。这个吊剑式我们所朝的方向啊，眼睛看的就是圆心。下面这叫回头望月，那我们就要交剑了啊，要准备收势。来详细讲解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所这个左腿啊，左脚朝的方向和这个剑尖的方向就是圆心，将左臂打直，掌心朝外，重心前移，同时摆左脚，那么右手这右手下降，使这个剑呢从左手臂下边穿过去向后，那么同时向左转扣右步，扣右步，看啊，落地扣步的时候重心有点偏那个前脚，那么后脚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捻转，那么左手臂拧转，掌心向上，使手落下来啊，剑往上，剑往上，眼睛往左看，把剑落下来，交剑，使剑平了啊，那么右手掌心朝下向后，眼睛完全看到身后，
这叫回头望月。来，连贯做一下这动作。下面做一下反面动作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收势，那我来先做一下啊。交剑之后摆左脚，扣右脚，那来详细讲解一下。那当我们这个，刚才这个回头望月啊，这个回头望月的时候呢，这个左掌心朝上，这左手放在腰间，这剑呢就朝上指。那么，右手落下来之后，落到身体的左侧就开始接剑。但是没有完全在这里捏住啊，这手上来准备接剑，在中途才捏到这个剑把，向后看，完全看到后面，这个时候把剑交接完成以后化开啊，身体化开，摆左脚呢，这左手剑呢就随着这个左腿啊就到了这个左腿上面的位置，那么右手呢就落到这个右腰侧，那么是剑指掌心朝上，接下来呢，这右手要往后掖了啊，往后掖，扣右脚，又是一个扣步，左脚自然捻转，往后看，向右后转身，向左，看着镜头，上一小步左脚，右脚跟，再上一小步，完成。